哎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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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说相声就是聊天，是表演痕迹不能太重，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就如同咱们是坐在一块儿吃饭喝酒说话，你得拿观众当自个儿的亲戚，哦，这事儿就好办了。哦，你老憋着拿他们当你的学生当孩子，这就坏了，给人上课。这是三尺左右的台，这是舞台，这不是讲台。是台下甭管坐多少人，藏龙卧虎，哪儿的高人都有。哦，人家保不齐有企业家，嗯，单位的负责人，那是有老师，有科学家，有艺术家，嗯，啊，哪儿的武术高人，嗯，得道的高僧，嚯，哪儿的酋长啊，哪国家的娘娘是吧？怎么都那么爱听相声啊？这都没准儿，不管什么身份，您往这一坐，您不必需要我来教育您，各位，这不是疯了吗？对，费这么大劲花钱买票上课来了啊，犯不上。咱们就是朋友之间交朋友，哎，聊天说点心里话，嗯，听相声有好处，嗯，听完之后心里高兴，哦，啊，人都这样，你老呛他，打架去，打架去，闹去，杀人去，一会儿火就上来了。哦，嗯，非得劝他高高兴兴的吧，喝点酒吧，咱是朋友，讲一笑话吧，于谦他们家如何如何，老讲我们家。这位听完高兴了，于谦，嘿，有意思，于谦啊，开着宾利走啊，于谦出门撞我去了，是怎么就高高兴兴的，嗯，啊，这心情愉快，一出门无论谁踩脚了，嗯，不生气，哦，他不是故意的，谁碰见了，嗨，没看见，拉倒了。回家见着父母有个笑模，见孩子不至于一脑门子官司，见着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哎，这就是郭德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哎，就得了。实话实说，是不是啊？还有人说你台上老说于谦儿，你不应该。列位，我说谁呀，啊？这叫怎么解释的？这，因为您也知道，嗯，啊。上台的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啊，这唱京剧台上这个俩人，这管这叫爸爸，这管这叫儿子，大伙知道是假的啊。电视剧也是，这跟这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嗯，嘟嘟嘟嘟嘟嘟嘟打死了，啊，这都是假的。我们台上拿扇子打一下都，哎呀，不文明啊，那血流成河你看得了是吧？嗯，啊，抬杠了，那就是再一个了，这是语言的艺术，它不是直观，它不像小品，小品好办，比如我们俩演小品啊，啊，可以，我沾个胡子演个老爷爷，哦，他演我孙子，嗯，我们从这过来，这下午四点多，这什么四点多钟啊？嗯，咱俩还接着说相声得了，啊，这辈儿下去的还小点啊。还有一个，就是关键是就说到这儿了，台上必须要打比方，我不能说观众吧？举例子，拿观众说就不合适了。嗯，有人上澡堂洗澡，衣服丢了，我看看第三排的谁啊？嚯，我这没说完，茶碗上来了，拽上了。必须要举例子，只能说我们自己，嗯，我不能说工人，不能说农民，我不能说警察叔叔，嗯，我不能说税务人员，我都不能说，哦，哪个行业的都不能说。现在就是糟践自己吃晚饭还被人指责，这有点不让人活了，就是不是一点不再一个人本家都没不乐意，你管得着吗？这叫什么话，不要欺负人。哎，那倒也，你看你高兴，你看谁呀，不替您说句话吗？我用你。哎，这好，这像话。这个德云社是五支队伍，嗯，一队、二队、三队、四队和青年队。嗯，青年队是在广德楼大石栏。嗯，哎，在这儿呢，今天是我们的二队。对，啊，还有这个德云社呀、啊、三里屯啊、张一元是其他几支队伍。嗯，今天晚上算是一个小开箱。没错。啊，二队的主演呢，岳云鹏、孙越。嗯，这俩人也不是外人。嗯，岳云鹏是我徒弟，孙越是我一个师弟。哎，啊，小爷俩合作的也非常好，嗯，把他们俩人叫出来，大伙再认识认识啊。哎，队长。来，五环之歌，哎，你看看这个，大伙都熟悉，岳云鹏，这是我徒弟啊，从十几岁一直跟着，把他拿过来，快拿，快点，快点，给我，快点，哎。我想要，你要的你没用，你还小呢，我给存着。您怎么单收人钱，啊，因为什么，现在还小，等结婚的时候师傅再给你啊。都结完婚了，人家结婚都没告诉我发钱。嗯，我师傅太鸡贼了。哎，什么话这叫，孩子都有了，你把那贼去了啊，哎，太鸡了。跟着你孩子也小不了好啊。小月从十几岁到北京来也不容易，这些年一步一步熬到今天，也离不开您各位的支持啊！以后要努力啊！
这个胖子也不是外人，这胖子我师弟啊，他是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嗯，啊，这大胖子相声世家，这个孙子呢，在这个什么叫孙子呀？应该是外孙子。孙子这个外孙呢？哎哎哎，没有没有啊，不提还是孙子啊，行了，啊，你就认了就得了啊，行嘞，认了不给钱，可记住了啊，啊，嗯，从今天开始在这儿湖广会馆这儿给大伙儿演，嗯，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能耐大小是假的，力气是真的，对，老少爷们大伙儿也都捧，好好的演出，好好说相声，好好做人，嗯，听见了吗？啊，嗯，包括孙越，他长得寒碜那单说，但是，哎，你不说谁知道？哎，你这模样谁不知道？啊，好好的演，另外我们这孩子特别的聪明。因为这些年来在家里我也没少给他讲那些个诗词歌赋，虽说我也不怎么会吧啊，但是咱们这样试一试好不好？好，怎么试？于老师愿意吗？您说诗词歌赋？对对对对，可以啊，好吗？可以，好吧，这我擅长。胖子，你往这边站，哦，他都没地儿了。那我站在外边，站这儿啊，一样一样，站哪儿都行，站哪儿都那么寒碜，他就咬着我。嗯嗯，这个咱们这样啊，这个上北京来，我第一先教了你是百家姓，你错着就窄了，以为？尽量你画面好看，尽量画面感好一点。嗯，好吧，好吧，好吧，好，你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你们岳云鹏到家来之后呢，我也是告诉他，从小没上过学，咱们呢从古文这开始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先学的百家姓。因为这是基础，百家姓大家都知道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什么百家姓啊？这我这个书是盗版的，皮儿印错了。哎呀，你这合订本的这啊！后来那个，我儿子郭麒麟上学跟我说的，百家姓头句话是赵钱孙李。哦，啊，我是背了这么些年，这四个字我是背下来了啊。你才倒着学。咱们这样吧，咱们来个文字游戏好不好？哦，啊，咱们叫字头咬字尾，顶针续门，从我这说，我说赵钱孙李，你接着李字往下说，咱们依次来，字头咬字尾，看怎么转，最后转到德云社这三个字上，咱们就算赢了。哦，好不好？这可以了。因为像这种节目根本就排练不了。师傅，哎，我没有明白。重说，我再说一遍啊。行，我再说，重说一遍啊。行，那个你大妈胸怀很宽阔。你让他说，让他说，什么叫让他说？我没听着，啊，我们爱听这个，有这个宽阔吗？看，他这就是你大妈，于老师好眼力，你是真能吃肥的呀！啊，讨厌，我明白了，顶针续门，顶针续门，好，赵钱孙李来，嗯，我说完之后，你要从李字往下接，好，接四个字的成语，嗯，接不上来，大伙儿给他一大哄，好不好？好，干这个他们都美着呢，啊，一块儿起哄。咱们别时间抻得太长了，因为天不早了啊。好，马上第二场的观众快进来了。嗯，嚯，你出了这个门，你去问问还有谁家能给这么些个，是吧？倒不是水平好，关键我们不困。嗯，夜里欢，来吧，开始啊。嗯，说赵钱孙李，我接这个李。呵，少爷你醒了。嗯，李。礼尚往来，好，怎么样，师傅？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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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这就是您给我钱，然后我就不退回来，啊。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这个节目不涉及钱的问题，还不涉及钱，低级庸俗了。嗯，礼尚往来，胖子，好，来，来，嗯，来来往往，好，往，往事如烟，好，怎么样？这是成语吗，师傅？可能是吧。行，啊，怎么不是啊？是吗？往事，以那个往事就不提了。我接哪个字儿？这胸怀宽广。没这句。您说的什么？往事如烟。好，烟了进宫。因为这个很难啊。宫锁心意。什么人呢？宫锁心玉。哎呀，这问我师，问我师傅有杨幂，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啊，我接蜜字儿。那你们是多少钱？我接蜜字儿。玉不是蜜什么？玉，没事没事没事。哎，这杨幂这怎么有点没有？我不认识他，杀人灭口啊？没有，哪儿杀人了？没有，乃凶杀人。
别闹别闹别闹，来来来，玉玉拿人钱了吧？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那错不了、嗯、你想干什么？不要提这事儿、嗯、对、嗯、什么事儿？没有什么，我不跟我师娘说。哎呀，这是新浪直播。哎，我对得起新浪了吧？哎，对，呵，了不得了，您豁出去、嗯、那错不了。嗯，玉赶紧玉玉快点，玉玉玉玉玉玉，你们这是欺负人，喊猪有喊鱼的吗？哎哎哎，嗯，遇人不善，善了进宫。好吧，这说好了。没听说，该你说善，该你善，善，该你善，善。你看这个难受的劲儿，也对，搁谁谁不疼啊？你让理解的人说一下吧。善，善，善，善始善终。哎，对，好。始是吗？没有，没没说这个。中，你没有，你不能不能按着说。哦，不，那还是你有，你拿一样给我看看。过去啊！哎，整个我到哪儿了？中中哦，到中、嗯、中场休息。哎，戏嗯，戏所心欲。少爷，我没有钱了。玉、啊、是吧？玉玉玉玉，怎么又回来了？这不行，你得换一个。哎、啊，好，换换。中中中，嗯，中场休息。谁换一个？戏戏戏戏，戏说乾隆。哎，龙龙龙啊！啊，龙龙龙龙，你说什么？谁呢？龙龙龙龙龙，这是个弱智，这是。不要玷辱这个名词。哎，不，不是太弱，嗯，还要多弱？龙腾虎跃。哎，好，跃跃跃跃跃欲试，是是，哎，跃跃欲试哈，是是是个坏蛋。这不是，你不是古成语是吧？但是我们喜欢啊、哦。好，试试也行，也行。嗯、我是接蛋，是接行。哎、我接蛋吧，哎、接行吧。你接哪个蛋都行。哎，快来快来！你接那个烫头的蛋。蛋行好事，莫问前程。哎，要说四个字，你说八个字犯规了，罚钱。哦，完蛋完蛋！杨幂怎么回事？孩子拿着，大了用钱。诚，嗯，诚心诚意，意，哎、一心一意，意，意，好像回来了。哦。哎哎哎，说的什么？没听见。意思挺对，哎，对，对，对，啊，对，哎、完了，什么就对、啊？说得好，说得好，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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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你了，对，对啊，您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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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对，这、哎、这，你要没念过书，你来不了这个；要你念过书，你也来不了这个。又该我了，该你了，该你了。对付吧。哎嘿、哎、你接哪个字儿？我来对吧，来对吧。啊、来，你在说什么？对付吧。什么？快，最后一段什么？八。医生，你们都占便宜。有意思吗、啊、结束吧。没，别去。别绕到那儿去啊！这仨人等着呢。嗯。快点，快点！八八六十四。那六十四你们也答应？你答应前俩字啊？四四四，于老师，数学家，我说有数学家吧？四平八稳，哎啊，稳定了来看德云社。
那不行，这不行也这样了啊。好，要这么说，咱得说到什么时候？这挺好，这个啊，这不错。还有别的新鲜玩意吗？刚才是说，咱唱一回怎么样？好吧，好吧，哦，岳云鹏是真爱唱这《武汉之歌》，好多人点出来，看来这是你的成名作是吧？那你带领大家唱一回，好，来来来来，唱一回，来，那很多朋友都会唱吧？好，今天开箱了，咱一定要高高兴兴、嗨嗨皮皮的啊！什么词儿？成语，成语，《武汉之歌》啊，啊，武汉，你比四环多一环。你比刘环少一环，耶！老岳，哎，教这一遍会得了吗？会了吗？再来啊！啊！好，这边的声音，小月，这一，小月，哎，这歌就这两句吗？往下来，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呀！哎呀，我说你们点什么好啊？花那么些钱唱这破歌，唱完了还鼓掌呢，我救不了你们了啊！其实今天啊，唱这个，这我真不会。大约在冬季。行行行，你还别说，你要唱别的我不会，这歌我还真会啊！大腰在冬季啊，你说的什么呀？他真来外国朋友了，他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啊、哦，来来来，啊、哦，大腰在冬季，行行行，别闹啊。这歌我轻易还不上，有会的等我一会儿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这样你就走吧。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哎，郭老师啊，哎，于老师，你都他妈垮死我了。这个听我说，这报应来了啊，于老师。于老师正唱他会。废话，我什么时候正唱过？你要正视问题。于老师唱一，我给你贴板来。啊！你来什么？你说吧。您来中间，您来中间。郭老师，您不带这样。你来，你来，你唱歌都能贴，真的。啊！来。唱歌也能贴。哎，这可有点较劲了，怎么样？唱歌都能贴，都能贴。好。哎，慢点拍，我跟不上你们。你们那一只手，我这两只手。哎，我还不唱别的，你说，我就唱您那个大腰在冬季。哎、啊，来，您给我贴一个啊。来吧，嗯嗯。三百入，我张不开嘴，问题是那是你的事儿。来吧，来吧，大腰来啊！嗯，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虽然迎着风，
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什么乱七八糟？咱别捣乱了，怎么？咱别捣乱了，咱们俩今儿来算是助演。哎，对。啊，摇滚啊啊！那让于老师先摇一个啊，我后滚一个是怎么？今天是人家二队开箱，哎，那这是船底的角是主角在这儿，孙玉，嗯，我们俩现在你看哪个队都不要我们俩，嗯，一二三四加青年队都不要我们，打油飞呢啊，我们上青年队搭班就给轰出来了啊。说我们岁数太大打酱油了，我们俩是 啊然后今天来是给人家帮忙的，嗯，这个舞台应该让给岳云鹏啊，哎，你往这儿，你站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嗯，站，哎，一会儿你再唱啊。嗯，谢谢。嗯，我跟我师父在一起，说实话多少有些紧张，今天是开箱了，嗯，我师父站在这儿不紧张吧，好不好，哎，跟大伙儿好好聊几句。嗯，你聊之前把这钱给我。财迷。我。好了，留着。您别瞎说。柳岩是谁？他是你师娘。哎。哦，他师娘。就是他师娘。不是我师娘。这个。胡说八道，嗯，就跟没怎么回事儿。什么话这叫？就往我身上推了。这有我什么事啊？来，嗯，好好给大伙儿说几句，说说心里话吧。嗯，说说心里话，嗯。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咱也可以提问；有什么不知道的，想知道的，可以举手。您要是敢举手，我就给您轰出去。就这脾气，反正别得罪人了。我来给您说几句。其实我师父刚才在台上说相声是最难的，这事是真的，确实是这样。去年4月9号，我在民族宫开了一个个人专场，然后到后来我师父上来了，我跟我师父抱头痛哭，我在台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是最难的，相声是最难的。后来很多网友跟我说，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不就是带张嘴上去说嘛，给大伙逗乐了就可以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最难的就是我们这行，跟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太一样。你看这个电影，它是镜头的方式拍出来，拼接这个镜头组成一个故事，你看电影就可以了。小品也是上来就是人物，那可以说可以讲，还有道具，桌子椅子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来，你等会儿，对不对？你先等会儿。什么小品还有床呢？什么小品都可以有床。你是没演过。你不光没演过，你都没看过。哦，大油床。哪儿那么宽的床？上来就可以演，我们这是最难的，拿嘴说，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把您带进来。你要是带不进来，像这位朋友他就走了，那就坏了。人家上洗手间呢啊！你给我坐这儿。哎，不许这样，不许这样。你给我坐这儿。哎，不许这样。走也行，哎，反正。小月。你们发给我，发给他。哎，可千万别发给我，人家上洗手间啊。早尿早回哟。当然得回来。所以说最难的就是我们这行，门槛看似特别的低，谁都可以进来，带着嘴就可以说，但是说好了不容易，不简单。我说相声也8-9年了，有的朋友说你就别说了啊，你说的这个到这个程度，你还想怎么样，也稍微的挣了些钱，其实跟那个都没有关系。这些年都是我师父一手提拔我，他在给我铺路，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条路怎么走，上大剧场怎么演，小剧场怎么演，大剧场碰见停电怎么办。真的，这都是这都得交给，这都是经验之谈啊。话筒不给力不给音怎么办，有俩观众听不见，4个观众他就听不见，有一个观众喊，100个观众他就喊听不见，100个观众喊，10000个观众任何人都听不见，这个场面怎么办，都会遇到。亲爱的朋友们，他都教给我们怎么办，什么作品适合你，什么人物适合你，你应该演什么样的作品，这都是我师父教的。我这么大能耐呢。但是哥我想问你，真的这个哥我就想问你 啊这到底怎么办。我哪知道这，怎么解决，什么人物适合你，什么作品适合你。2个小时春晚。
这个怎么办，师傅？这个怎么办？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早尿早回，真好啊！他来跟走可不是一条道啊，这就是肾好。这是个文言词儿，什么文言？甚是有理，嗯。这么些年，德云社也有很多的风波，咱实话实说。有吗？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还有的朋友说岳云鹏，你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不在这干？谁问的你？有人问、哦。说实话，那我在台上也说过，其实这样的话，台上说，台底下说，说不说都无所谓，只是自己心里有数就行。跟谁问没有关系，只是永远都不走。这么些年都是我师父一手提拔我的，一手你一点点教我怎么成长，是好了就走了，不合适，对吧？走也没事，只要说一声就行啊。我师父是一个特别大度的人，他特别腻歪。就是他问的。我师父特别讨厌特别腻歪心眼小的人，最早我就是心眼小的人，真的经常琢磨这个弄那个呀，心里满脑子都是与这个相声无关的事情，没必要。咱们生活也是每天快快乐乐往前走就可以，对吗，师傅？哎，好吧，这个教徒的教的也多了，我要是心窄我也活不到今天，对啊。教徒的是给中国相声界教徒的，不是给我一个人教徒的。学出来之后挣了钱了扬了名了，你得挣钱过日子，娶媳妇生孩子，孝敬父母，不是你挣钱给我花，那是两回事儿啊。这么些年来有这么多孩子愿意学相声，能把这个市场又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做起来，老百姓愿意花钱听相声，就让人挺高兴的事儿啊。至于其他的就是人各有志吧、啊嗯、谢谢啊。包括我跟小月我也提过这个，当年小月确实有段时间很不开窍，光我们后台中层干部够八个人跟我说这什么时候开除，赶紧让他，我说别介，都来了五年了，哪怕扫地做卫生也留着他有口饭吃啊！你说你知道哪片云头雨，这不就红了吗？是不是？挺好啊，挺好。最早N多个人都跟我师父说过这个，我后来这是我听说的。那会儿我在台底下喂狗，我师父养了好些狗，有公狗有母狗，这都是实话啊，朋友们。那是后来了。有公狗有母狗，我养狗。这个狗生什么病，狗瘸了怎么回事，这都我都知道，我给狗接生啊。这是真的，真的。来客户啊，养了两年，那会儿也不让我上台，我觉得终于有一天，肯定会有一天我能够站在台上说相声。后来我师父看我比较诚恳，就留下我了。嗯，挺那会儿是最难的时候，真的。我这人是这样，反正你要是投奔我过来，愿意在这待着，只要你不走，我绝不会轰你走的，啊，有我一口吃的，拨给你办完也就是了。我永远不会说去走吧，这孩子我没有过，这么些年来都是如此啊，挺好，挺好，嗯，挺好。要不您再唱一个吧？别去了，大半夜的天都快亮了，后台老少爷们还一大堆人了，给他们都叫出来，咱们大伙儿再认识认识，好吧？都请出来，出来一疯子。好，人来差不多了，这个介绍一下，别着急，大伙儿先都再认识一遍，这是我们二队的演员，除了几位老先生，身体原因演完就回家了，这是剩下的孩子们。打那边开始，穿条大褂的这个啊，王磊、刘庆福先生徒弟，我们这青年演员，大伙儿多关照。旁边那是，也是我徒弟张鹤帆啊，张鹤帆很有能力，演出部跟着一直忙活着。这个我有一干闺女，现在跟她交往着啊，这是我是她干老丈杆子，这一点水分都没有，错不了，这词儿不好说啊。
旁边这大个儿，这是这个大个儿，我徒弟里边这个身材比较优秀的啊，嗓子也高，调门也高，能唱，要不说矬老婆高声，这叫高和才。嗯，旁边这我爱徒岳云鹏啊，嗯，穿浅大褂，这是我大徒弟严云达。1990年我在天津那会儿，我还唱河北梆子呢啊，他父亲跟团里唱小花脸的人是朋友，领了一孩子十二十几啊，哎，在他们家吃饭，我非要学相声，一个头就磕在那儿，就是我徒，那是我第一个徒弟。到后来我到北京发展，一晃十几年没有来往，终于有一天在张一元茶馆的后台，他找来了，师傅你还认识我吗？哎呦，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们这徒弟里的大爷啊，严云达啊。旁边这甭说了，烧饼。小时候来的是这么大，这是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小圆脸一脸的敲子，长得又多寒碜多寒碜。我说怎么还长得跟烧饼似的，就这么叫起来了。其实按照我们的谱来说，叫朱云峰，本名叫朱剑峰啊，朱剑了都疯，你说吗？旁边这是我儿子郭麒麟。四对，来来来来。他今天是来串门的，他得坐我车回家，所以上这来玩来了啊！给二队助演，他的四队也不随谁，你说。随我行了吗？这个今天跟儿子在一个台上站着呢，我也。你们这行有好人没有？很开心，很开心。旁边这戴眼镜的啊，是烧饼的搭档，哎呀，我徒弟曹鹤阳，后台管他叫小四啊。这个我们后台的科学家，这沾电器的东西，只要到他手里是准能坏啊。旁边这叫张鹤剑，啊，也是我徒弟。嗯，张鹤剑有段时间跟我们出去跑，跑跑颠颠的，包括跟于老师跟着我们都做助理，孩子挺可爱。有一次我们在沈阳的时候啊，到沈阳，你往前站来，啊，沈阳演出不是露脸的时候到了啊，大伙知道这是谁？我们在沈阳宣传电影《三笑》，最后一天了，他是沈阳人，我说少爷，咱们今儿该回去了。下午的飞机走之前，于老师说咱们吃点什么沈阳特产吧。孩子告诉我了，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的冷面店，火的都不行了，可是这会儿都已经11:30了。我说这会儿去还有座儿有什么？您放心，这周末又中午，哪有人吃饭去？啊！我也是上了岁数，一时糊涂啊，我就信了他了。啊！人家主办方拿车，郭老师您上哪儿？我说什么什么地儿那冷面店。吃点别的吧。我说我孩子是沈阳的呀，这大周末的12点哪有人吃饭？走，咱去。开车到那儿了，离着有一站地，他一指，师傅您看影超超那个建筑就是那个地方。我一看呢，从我们停车这地儿到那儿这一站地都是人等座的啊。我那经纪人王海，我下去看看吧啊，下去20分钟回来了。我说怎么样，到门口都没挤进去，屋里都端着面站着吃的啊。回来我跟他说，我说少爷这日子不对吧，周末中午没人吃啊。师傅我可能算错了。就这么个孩子啊，很可爱，很可爱啊！你跟我说实话，那天你是冲着我，你还是冲着他？啊！现在跟我大徒弟严云达在一块儿了啊，大伙儿多捧孩子，老实啊！孙子，这可不是骂人，这是实话。岳云鹏的外甥，栾云平的徒弟，所以我是他师爷。孙岳也是你叫他的。哎呀啊，别正经啊，正经，你听有个外字你再过来啊。我这徒孙辈的呢都叫小字的啊，草字头一个竹头，小俊廷老师那个小啊，这叫李小奎，岳云鹏的亲外甥。这没办法，倒不是说我们非得冲一大辈儿，眼睁他舅舅是我徒弟，我把他收了呢，这人家里没法拎了，就所以只能是岳云鹏师兄弟收，栾云平的徒弟这是啊，以后好好学啊。这人叫高九成，是我们九字科的徒弟啊，家里边家大业大，有的是丝袜啊。他舅舅在承德等地有很多大买卖啊，这个毕业之后舅舅问他啊，你干点什么呀，是吧，这是承德人吗？这是石家庄的，石家庄，你干点什么呀啊，他们家有好多连锁店，五星级酒店，趁好几百个啊，
当时说有一五星酒店，你上那当老总去吧。男不去啊，男要说相声啊。最后他舅舅哭着喊着把他送到这儿来，我这不疯了吗？这不是，放着买卖不干。我说你后台先做卫生吧。孩子说那也行啊。这个老总在后台干了3年，扫地做卫生，擦玻璃倒土，还行。结果给坐实大褂，这不现在跟我们这儿当老总了吗？啊，九字科的学生啊，高九成，大伙儿多捧啊。这是我们赫子科的秀才啊，叫齐鹤涛啊，齐鹤涛。之前郭家菜筹备期间，就是他一直忙活着进个货、买货什么的。这个货反正是挺进的非常好啊，也能逗哏，也能捧哏。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努力，少爷啊！孙鹤宝啊，最早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大伙说这孩子不能留下，可后来说试试吧。没想到一留下，嗓子特别的好，特别的冲，一唱起来叽撩叽撩，嗷嗷嗷的啊啊！来一个就来一个吧，来。啊，这么多妇女个姑娘，要听你柳一个唱一个了。啊，你最拿手的是什么？我都忘了。哦，好，我们介绍下一个。这个唱两句也行，吆喝一个也行。嗯，就还卖菜吧。好吧，啊，他原来是卖菜的。来，快快快快！香菜啦，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蟹，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鸭的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哎，这是河北省卖菜的吆喝。哎，对。啊，好，办后了，来来，现在。我没瞧见啊，先记着孩子们说啊，这也是我徒弟侯鹤莲啊，这是于老师的干儿子，早先人家孩子唱京剧老生的啊，后来个儿忒高了，找了好些个唱花旦的呢，都到科技盖那儿啊，他在穿上靴子一脚那个人都飞了啊，后来他爸爸是我们好哥们好朋友啊，列位哪位要是喜欢玩个蝈蝈玩个鸟有什么问题向人请教，人祖传好几辈在北京玩的扁毛类的，人家专家啊，是有这方面爱好，尽管说话。嗯嗯，在台上能说能唱，小伙子长得也好看，后台这数一数二，除了我就是他尊啊。侯鹤莲，来，正爷，这是我师弟正好啊，东北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的高足，早先在沈阳广播电台，人做主持人做得风生水起，也做制片人，红的都不行了，后来也不怎么吃错了药了，就是。认为自个儿是说相声的，我怎么也得说相声，说相声就得进北京，据说进北京就得去德云社啊，结果就来了啊，抛家舍业啊，人家那儿日子过得特别好，一切都抛开，什么都不干了啊，到北京来，这么些年来不容易，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尤其他的节目啊，嗯，他有知识有文化，所以他的节目是有身份的人能听得懂。列位爱听吗？都是有身份的人啊，姓郑，叫郑好。正好一听就是艺名，本名叫喜定，喜欢的喜啊，一定能成功的定。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有点误会，因为在家里有时候他媳妇儿一喊呢，一回家他没在家，媳妇儿问公公，问他父亲，老爷子喜定呢？老爷子正喜定呢？后来改的这名。我说的是真的吗，兄弟？就当真的听吧。正好得嘞。杨鹤松。哎，别别，来来来来，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啊，给个活路啊，来串门的来了啊，这个今天他跟郭麒麟过来玩来了，他们是张云元演完了串门助演哈、啊，他是四队的队长杨鹤通，也是我徒弟啊，哎，你这里有广告嫌疑啊，你这是八队的队长，行了，好好演吧，回去别跟人搅和了啊，来来来，孙先生。你姥姥叫你了，你我兄弟那二队的队长孙悦不容易，叫自个儿真可爱，非常可爱啊！这个有一套，因为什么呢？从小在我就认识他，我认识你年十几啊？十六吧，十六、十五、十六那会儿啊，十五、十六差不多。一帮小孩们，其中有一小胖子，倍儿可爱。没想到这么多年过来都没人样了，就是你挑的，也算是相声世家出来的啊，
这么多年来跟着我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带着一票人马，挺辛苦啊。以后二队扎根在湖广会馆这儿，好好的干。孩子们，你该管就管啊。都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冲我说。哎啊，回来你看我怎么管你的。哎啊，再一次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德云社有一小曲叫《大实话》，把它献给所有的父老乡亲，谢谢各位。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过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你们这样让我很为难。有时候不那么亲，勾心斗角好寒心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谢谢啊！我刚才是我想服你，我们德云社的巨人日，巨人，这个腿的人，说相声就是这样，一场接一场。你让我从七点钟开始干到十一点半，我也站不住啊。说一段大伙休息休息，换个孩子来。哎，各位也有人那会儿上厕所啊。很正常，演出就是全部啊。你跟孩子也说，什么时候你上去，观众能憋住尿就行了。一个憋尿的，你老师喝点水，然后喝一罐知道吧？喘口气接着干，挺好。这现场就有4000人，说句良心话。不错，老少爷们真好啊！这个，咱实话实说，演员就是这样，到哪儿都是观众要乱，我也跟一块乱。50分钟的节目呢，说15下，心不静。但你要能安静下来呢，3分钟的节目我能干3天。哇！好。我就说，好多观众不走了，愿意听，特别高兴。演员就是这样，你要坐得住呢。我也是做的住，因为我明天才能回去的，是吧？走走会，只要你不愿意听，我们愿意做，是啊，难得遇知音，很开心的事儿。这个其实说句良心话，这行不好干。净看这谁吃肉了，净看这谁挨揍。你都是打小孩干这行，做客呀。往这一站，你看这多简单啊，俩人有组就能干这行，但是不容易。让您各位还得花钱，还得买票，你也不说话。我也说话。你要花钱听我说话，这是为什么？行，你高科技。你看京剧，唱念做打，擦烟抹火的，你琢磨是我来表达。花钱值，这是功夫啊！你看跳舞的，一手劲儿擦红头，这你知道你来不了，那是手艺啊！你看武术，那大刀咣咣一步，这来不了。你练，你不说那，你也不说。你要花钱听我说话，这就难了。是功夫，真难，让各位破。所以说，就对得起您的每一张票。那个当然是花了800，花了1500。
高高兴兴乐一晚上，你什么都想。嗯，你8块钱搁家了，你弄不出来。那肯定是怎么乐？老跟观众普及这个知识。普及。比如说啊，比如说就花了800，这800这一晚上乐的跟什么似的，心情愉快，比什么都强，那就值了。在家乐着，吃完饭没事，掏出8块钱搁桌子上，看着咱乐会吧，怎么乐？你乐，你要真乐出来了，你那个病8块钱治不好。神经病，疯了吗？看8块钱乐成那样了，人家有钱吐都没这乐。明帝，是不是？但是对咱们来说，时时刻刻要把这心揪着嗓子眼儿，没事，这玩意儿不容易。说的不好，观众骂街；哦，说的好了，同行骂街。哦，还有骂街呢，你没有办法。我跟同行是对位的，其他不讨论。哦，跟同行之间没法探讨，是吗？跟哪儿？你问他跟你探讨艺术，你也探讨艺术。对，你一提艺术，他跟你说品类。那转化成你说品类，他跟你说道德。你跟他说道德，他跟你说文化。你说文化呢？他说孔子。你说孔子，他说老子。你说老子，他说孙子。我说这不容易，没有共同。咱们就是先取景胜，近交近道，这行。老话说得好，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山外青山，楼外楼，楼是青楼。我们不把这点爱好说的。好不在是你这半个儿子。就叫山外青山，山外青山，楼外楼。能人背后有人呢？什么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呢？能，怎么非得有人呢？有人没人呢？有，这俩钱花的可值了。一见青山楼外楼，能人背后有能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浑身是血，你能做多少我给忘了。要努力，要谦虚，那就不懂啊！对观众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上有苍天，下有地铁，哪儿有？正在挖。我管他是上有日月，下有人心，明有王法，暗有鬼神，这就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远抱儿女，近待子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哦，我们不迷信，但是我们相信因果，做好事是有好报的，人人都如此，对社会来说是好事。有人说妄谈鬼神，你这是迷信，也看不见的不见得没有。WiFi 有谁见着？WiFi， 您刷一把就瞧瞧。但是你能说的没有吗？说话的声音你看不见吗？但你能说的没有吗？是，对不对？不是说有些东西你看见了。蜜蜡菊花你看见了，但是你痛苦无凭。大爷人办事凭良心，是不是？什么时候是良心啊？半夜睡醒一觉，一抬头窗外有月亮，这时候心头里就想的事儿就是你良心。那是真的良心。是对咱们来说，这大事该干了。你刚说相声干什么大事？我就说前面要想想自己，后面要想想别人。哦，我有没有对不起的人？如何？哦，我也经常如此。郭德纲对不起谁？是都对不起同行吗？做同行对不起说相声。在同一个行业里边，你比同行做的优秀，你这个罪过还小。其实不是郭德纲多么的出色，是同行们的衬。有时候与天斗，与地斗，与同行斗，其乐无穷。说相声分两大派，您愿意听这个吗？愿意。真有好事儿啊！还真愿意听，都是朋友聊闲天儿，咱们探讨。好多人说郭德纲，你们什么？非主流的，这是什么主流相声？其实说两句话，往大了说，就是地相声。
你相声艺人哪分那么多呢？对，但是你要那么分的话，是可以分成两个派别。您分，其实所谓主流无非是体制内的演员，哦，国家给经费，纳税人的钱拿着，这是正常的。哦，还有就非主流，也就是体制内不存在，民间闲散这孩子自己就能吃饭，就这么两大类别。但实际上每一个类别它也分成几个不一样的本分。哦，还是应该细化。你比如说主流相声，也分四个档次。哪四个？第一档次就是艺术家了，艺术家，艺术家就是演员，能上大型晚会啊、春晚啊各种电视晚会，这个是穿西装打领带，梳一大背头，捯饬的跟水小姐跟导演似的。哈哈，张坤，西装穿戴，催人尿炸啊，尿炸，就这一身正气啊，这演员往台上一站，就不由得让你刮目相看，刮目相看。刮目相看，就让他觉得很疼才对。没错，他做艺术家就是，以我是这帮兄弟，他们咱比不了，是主流的第一档。哦，第二档就稍微差一点，他们也有味儿。哦，但是这种大型晚会没有资格上。那他们可以到处走学挣钱。哦，以梦变不知企业家为生。哦，就掏钱。嗯，有这样的演员，一百个给他搁进屋里。嗯，想让他们手舞足蹈，特别简单。什么办法？房顶上贴100块钱。哎，手舞足蹈，那高兴一宿。好，哪都去。啊，山西哪一位老板救闺女？哇，这就去了。好，把那边演一个。哎呀，你们闺女真好看呐，长得像我母亲一样。什么好听你说呗？说是好听话啊。梅老板也很开心。啊，他们说的是真好听啊。啊，真是太棒了。哈哈哈哈哈。给分就算了。分就算了。这是一种。第二个啊，第三种比这个稍微惨一点。怎么？走学不容易，演出没有？不是，三位有慰问。哦，慰问型的，哎，穿个小西服，抹红嘴巴，一月挣1200块，到处慰问，100、150就这么干，也行。哎，他这个演员有套活，怎么套？到哪儿去都一套，上台12分钟，当你先唱，怎么唱？就到大连了，一唱完就，大连呐，大连呐，我的故乡，你唱，我唱，别人给你看见了，太原呐，太原呐，我的故乡，天津呐，天津呐，我的故乡，到哪儿唱？到哪儿就白演，哦，到乌鲁木齐。我母亲，母亲，我的母亲。到齐齐哈尔，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我的故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你，所以不去了。最大的乐趣就跟家里送鱼缸拍张照片，干嘛？发一微博，我在普吉岛潜水呢。第四种是最惨的，他是主流演员里边比较年轻的，以伺候第一种、第二种为主，给人家提个包，买个烟，伺候排嗝，哎，跟着一块鞍前马后的。憧憬自己美好的未来，就光想这是主流的四种卫生员啊，非主流一个，您再分就是体制外的，不能给吃饭就可以，非主流。第一种，弘扬民族文化，热爱曲艺事业，愿意振兴相声，比如说有郭德纲，我就是这样的，还有不会，不会，不会的，这是啊，得罪人。啊啊！如果勉强算的话，还有天津地方总督的。哎，没事。这第一种啊，第二种呢也是干小剧场，好，冰冷的吃饭，看老天天，好就好了，不好就不好了，好正吃饭发吃饭。那现在小剧场的风气真的很好，怎么？北京城31家小剧场，我们算了算，今后30家上下可以送票为生，送演一场，这个剧场要给后台给那个演出团体3000到5000。要拿出去各大居委会，我带着一帮。有时候经常因为送票打起来，因为送票的单位太多。我跟他们也聊过，开玩笑，我说你们送票送这么好，费钱不大，干什么快递公司？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由观众转为的演员，我转行，一批热爱相声的观众，天天听到最后，实在不解恨，揭竿而起了。揭竿而起，做大褂，他上场了。啊。
然后他们的表演风格呢，有陈胜吴广那样的，有这个张小张宝那样的，有马德三的，有沈阳三的，有李桂雄、张建忠那样的，一般土匪。这势力大，势力就这批人多。这是第三种，第四种，你骂德云社没事。曹云金。不就这个？所以说就是什么阿里的实话，哦，阿里的实话，其实玩笑说玩笑，很希望这个行业特别的。那是啊，你想啊，人家说又说相声好，我们跟着露脸；说相声不好，我们露面，是不是？这行门槛低，怎么叫门槛？唱京剧啊，您得记住，唱京剧好比爬山，一蹬一蹬爬到山顶，到山顶上有庙，开开门进去，进门，你像大点，我们这行是人在山脚下。人天天开，是人就能往里进。进来之后才知道，屋里不是台阶儿。爬山，谁也心在往上爬回来了。我咱们坐着歇会儿吧，我。你也是艺术家，我也不是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说这个有办法。相声其实并不流涛，很简单的艺术形式啊，但是它关键是两天赋。您这份天赋，这份才能，比如你能做科学家，你能做优秀的小说家，你能干哪，你都行。您能说相声难，不是说我多好，是这艺术很独特，因为每个人的艺术、幽默艺术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哎，各异，对不对？所以说，相声演员记住，没有好与坏之分，就是会与不会。那这个说相声不是特别好，没有好，不会，就往根上说，他就不会，就这么简单，就不会。有的时候也很为难。柴狗就是柴狗，你起个名叫中华田园犬，你这也是没辙，也是没辙啊！我特别希望说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团结起来，大伙一块好好的钻研一下。这么多老百姓喜欢听相声，咱何必打人为牢是？没错，看相声的人看不得别人好，是啊。你记住了啊，不是你哪个人说相声，以后跟他握手都流水。看看戒指、手指头短不短？还有偷的？哎呦，我们这行手快，快啊！而且就见不得别人好。那年德云社出点小状况，北京说相声啊，借钱买韭菜也包饺子。借钱买韭菜就别折腾了，也是团结的一种方式。天津同行包野菜馅的饺子，借钱都借出来。有朋友。有人说哎呀，相声不爱听，你们太低俗了。列位，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释一下。我承认俗代表是通俗，而并非是低俗。只有通俗才能老百姓接触到艺术。好像跟你的歌卖的，那人什么时候站着直着腰捶着后背唱两句，准是小曲小调，对，绝不可能歌卖歌卖站起来来给我们开。再说一个。都是从小七八岁学艺，干了好几十年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观众说郭德纲你很低俗，没有，是说这都是同行，您只有同行才知道软肋在哪。您记住了，这个放之四海皆准，不管哪一行哪一届，你如果在专业方面打不过你的同行，你尽管从道德方面去逼准他，还是来的。好。开馄饨的怎么会是开煎饼的？我开的。开锅蒸的怎么会于老师？哎，哪有什么关系？这个于大西瓜。只有同行跟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哎，你想啊，不是一个山上的狐狸，你讲什么聊斋呀？是吧？这挺好的。但是我们一直很愿意跟同行好好的相处啊。对我来说就是，你看你看。您挣8600万是您的能力，我饿死了是我没能力，你就得了。这同行人不这么想，我非得你弄死他才对。啊，还有，你把我弄死了，你也卖不出票来。啊，对。对。不是说我死了，你这就满座，那是两回事儿。我要真死，这个行业就完了。老先生曾经也有这行的前辈跟我说过，说相声一个挨着一个对好，拿枪当当当挨个枪毙，挨个都打死，这人就没打算。那一个打一个吧，又有漏网的。跟老先生讲的话，
但实际上我们院子里的房子特别大，也不会一步子全打，没有好，你补留下就我的是保我的钱，谁是不是补留下去？也是对不对？你师傅十五块钱是不是补留下去？老哥俩虽然老哥俩都去世了，但是没有我师傅还在呢，我师傅没了，他师傅还一点都不讲义气，还不团结啊，没讲义气的，挺好。很多前辈其实说这两句话，待人不待身。当年于老师也是主流相声演员，不是你敢不承认？我干嘛不承认？还是大奖赛参加过吧？啊，参加过，会唱过，我还得过奖了。得过，好了呗。那年是哪儿？给你抬过吧？燕赵杯相声大赛。燕赵杯。不穿衣服去的。河北省办的呀？那河北省叫燕赵之地吗？燕赵地，然后所以我就看眼罩的嗓子看住嘛，眼罩的，我天哪，你笑我，你以为是什么？带着相机去的。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窝窝戳戳。得过奖，一等奖。做人要做的。吴老师那年大奖一等奖，拿着奖状，真开心的，你知道。写着啊，于谦恭喜你获得燕赵杯，哎，一等奖，一上街，一上街对过卖盘的，嗯，卖盘的，卖棒棒盘的，背着大包，查到那路去了，人家过来了，一抓发现啊，欧美的，日本的，哦，不如，来点吧。当时就急了，是，主流相声演员一等奖，是是是，就是你们这个货买的多，就刚看呢，但是这后来就不是从良，因为这个改良，从良，非常好，是吗？但是咱们还是努力，是啊，第一端正心态，从小一学相声，老先生先告诉我，记住了，心态要好。好，人家成名一段是人家的事儿，你要努力。嗯，而且这还别欺负人，欺负人的话记住了，欺负老别欺负小，欺负老别欺负小。正式学相声，同一个是这个啊，欺负老别欺负小。这怎么说呢？俩说相声对着俩看岁数，啊，他九十七了，骂他就骂他，没事，他未必听得见。不要惹那个三十来岁、三四十岁的，不要惹骂。三四十，你比如说你跟我打架了，啊，我你好好多岁数吧，我三十来岁你跟我打架，打了不干这玩意儿，我等十年，十年后我出来四十来岁正当年，可是你已经在河里了。老先生说欺负老不欺负小，这是心态问题。但是归根结底，加强业务学习啊，练专业，练专业，练嘴，那是对呀，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八扇屏啊，反八扇啊，富贵图啊，堂堂堂都得背练。平时没事练嘴，小段的绕口令，从小就说，花二百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嘚吧嘚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粉了一声，您猜怎么着？死了，干净利落，没事老得叨叨这。是，现在也是，但词儿都断了。干什么词儿？花二百钱买一火箭，滋滋冒火，呼呼冒烟，试着朝鲜扔出去粉了一声，您猜怎么着？亮了。好得与时俱进，那就是啊，好得刀子嘴刀子脑子，来这多看书学习，一人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哎，你说运气啊，谁扶持你啊，如何机遇都是这样的哦，这些都有刮风，风刮过去之后看的是你的文化底蕴，这是根儿不理看。那现在我没事瞧瞧书看书啊，还有研究，真管用哦，还有研究中国字跟外国字，这包括语法啊，包括一些东西，哟，不大行。您还真学了中国字讲理啊，外国字论情。您细说一说，中国字 啊都是从劳动过来。我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个字，一个大门的门，当这儿有横道，这是人栓，对，多讲理。把大门门上高高棍，这是人栓，这叫人栓。象形字都好理解啊，一个大门的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这字念闻闻，听到的意思，还有耳朵，有耳朵听到的，讲理。一个门，门里边一个人，那念闪闪，人一闪，躲开了。一个大门的门，门里边有个于谦，
病啊，抓阄的阄。你才是那龟呢！门里头有一龟，长寿的意思。别简单讲，是吧？中国字整理，外国就不一样了啊。人家是他那个字母拼，对呀，单词跟咱不一样。不过他更多是融合他的情绪，啊，里边还带情绪。对，嗨，带你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时间，因为他那很忙，什么马呀、鸡呀、菊花啊。咱们还带人马呢，人家说话不合适。好，那直接说啊。他没有时间看书啊，其实没事，咱们应该学点东西。你像今年由于这电子乐理论是加拿大，然后下个月是澳洲，咱们再往后从欧洲来乱七八糟的，听的简单就是对话就是方便。啊，对，英国话，韩国话，是把球。华国话，不是啊，对吧？华国话，华国话，您先学人话，什么意思？法国话，法国话，应该是法国话，法国话，哎，法国话，法国话，华国话，你还法国话呢？你先，应该是法国话，好，成功，谁成功了？你说你肯定会成功啊，你会成为公公，你会成功成功一下啊，法国话这就完了，我都得学。你说咱全了解，没有这么大的精力，是眼前都研究研究，我对你真没少研究。是吗？就光一个不，在各国就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一个词，在英语里边啊 no 对 yes no 都是就是啊，你够啥，我不是人是怎么的 no不理解，但是你融合他的情绪，你发现是硬性表达，他和英国人的生事的生活状态是有关的，那生活上有关，这么说你听不明白。我举个例子啊，这还能表演？表演一下，好比现在，咱俩就是生活在英国的两个人，好啊，你就是英国的一个王爷，英国的王爷吗？人口啊。啊，什么亲王啊，什么乱七八糟，你来个王，那是王，你来个王子，好不好？你算是菲利普王子，啊，菲利普王子，我是过冰箱的，不是这个，这个就是戴安娜，他那个爷们儿叫什么？什么话？戴安娜的爷们儿，他死了，爷们儿没死，娘们儿放走了，你喝，你怎么回答啊？怎么说这个？啊，我这叫查尔斯，啊，对对，查尔斯。对，现在开始您就是查尔斯。好啊，尊贵的王子殿下，好，您别好好，我扮演伊丽莎白的丈夫。我演这不是王子，演这是他演这是儿子。哪儿的伊丽莎白丈夫还拐一弯，都到英国您还占便宜呢？我就顺口一句，伊丽莎白不是鲜花吗？不是，我演伊丽莎白，伊丽莎白，那是，你现在演就是那个没怼死的那个爷们儿，什么关系？没怼死，没怼吗？我死什么呀？你娘们死了吗？我老听跟婆婆串似的，你就是王子殿下，你全是死王子，你媳妇怼死了，怼死之后你光棍一个人。哎，一人跟屋睡觉，对吧？我是皇宫里大总管了，啊，大总管，我就是英国皇室总管老王，好不好？老王，这没请什么好人，请老王呗，我也不知道人叫什么啊，反正我就跟您汇报，您早晨起来应该起床了，可以起来之后跟您汇报咱们好些正经的工作，有工作就这么简单，可以好吗？现在是上午10:40左右，才十一点，王子要起床，王子起太晚了，谁睡的？我就大夜里听着吃夜宵回来了，你这正躺着呢，阳光透过这个上面窗户，还射着您的面部和臀部，射着您的面部，太这么照着了，这太人太缺德了，您晒脸您晒屁股，暖和多会儿？那是暖和，您那是睡觉了，我打外边进来，我是皇宫里的大总管，大总管，我待会儿跟您汇报，就听您最后一个 no
好，这风给吹溜了。你这就卡着，进来了啊。啊，你说尊敬的王府殿下，我先把您扶起来。哎，您躺睡觉了吗？啊，把被子摇开了，给您扶起来，穿上内裤。光着，我光着睡的，裸睡吗？这太不要脸了，裸睡暖和呀，裸睡。穿上裤衩，穿上跨栏背心，还穿上秋裤。王子要干点事儿，这是怎么还穿上跨栏背心呢？怕着凉，怕裤衩住。你早穿上好不好？得穿上秋裤啊，穿上袜子，把秋裤塞到袜子里了。这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是半身不遂了，来容易全是。然后我一叫号给你周起来，有几个人给周起来，都是你做好了，先擦擦嘴上的哈喇子。我还是半身不遂，拿纸摁着鼻子，行行，别醒，你这醒，给你擦，好，扶着你起来，扶着你到你办公那儿，你那过来。这门儿别办公了，给你扶好了，扶好了啊。然后这儿打水，真打水，漱口。哦，还能漱口？哎，漱口，漱口，真的有一张脸。还有人啊，拿过牙膏了，挤好了。这通下水道啊！拿水灌嘴里，哎，然后摁着脑袋，哗啦吐出来。你带着王子枪呢？得擦把脸，擦把脸。擦完之后做好了，哎，给您上早饭。我该吃了，哎，牛奶什么的，哎，吃，不管是吃面包都有啊。拿个面包来，掰开嘴，塞一片纸巾。啊，还有一个人这手抓头，这手又下车。我还琢磨什么劲呢？是，我吃面包都这样了。哎，啊，老队长不捣乱了，我这边担一小摔子。然后就吃饱了，真饱了，是吧？擦脸，擦脸，擦脸。好，弄张纸啊。我还工作不辛苦。擦脸，那咱小小皮脸嘛。行，整完了，你换衣服。我刚才牛奶喝的心都湿了，脱了绒衣，脱了跨栏背心，明天穿啊，脱秋裤。袜子呢？扶起来两公里，把裤子脱了。你擦屁股啊，拉了。咦，大干净，换衣了，穿裤衩。这一天净扎进衣服了，反而得新秋裤、袜子、秋裤搁袜子里。这话程序不能乱。那个，服务员，你这一人啊，得下马呀，不坐不住。啊，汇报工作。尊敬的王总，你先坐下。啊，哎，尊敬的王总，上来，上来，反应了，十点半就起来，你拉他回来，换好几身衣裳。很多事情我们都重新办了。现在向您报告喜讯，王妃殿下已经成功的打入了天上人间。这都不像话！跟你说话，跟你说。得了英国学徒，哎，这谁说的？这状态多好，不行啊！你尤其这手势啊，一看就知道，跨栏背心不舒服了。这谁参加天上人间了？我这努力啊！开心，这是英国王室啊，这是一个弄就看出来了，英语的硬性，前面可没看出来。他和这个韩国话就有区别，韩国话什么？韩语也有这个，不，那当然，他不叫弄，俺们。俺们，俺们不是尽量，啊，不是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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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的，啊，你现在韩国王子，韩国也有王子，韩国王子殿下，啊，王子正确，我这一辈子没闲着，老王殿下，还有老王，老皇上死了。啊，好好的何德猛，小子，你是不是吃两个？
是是，现在临时王府，然后四处巡查。朴医生，今天来得了大人，大人来了，我是您的翻译。好，哎，要给现场4000多朋友，韩国殿下讲个话。啊，哎哎，好，好，讲话。到时候我一听事儿，然后您就跑了。哎。韩语，这是我们的韩国殿下，早上10:40我叫他起床，有点这个故障也是，辛苦我爸了，爸爸，自己人生不容易，中国把殿下从韩国来了，养这玩意儿干啥？好不好？这过去啊，开始是说好了，说好来了是啊啊啊，我也挺好，亲爱的朋友们。非常荣幸我们请到韩国殿下，哎，谢谢，殿下有话要和大家讲一讲，大家有热烈掌声欢迎。思密达，好，成功跟成功。不站后宫站对啊错了这两天非常的开心啊他说他很年轻这次呢代表韩国来到我们的大连他心里是非常的高兴的啊来到大连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韩国城市然后很早的感觉非常的好啊大爬子鲍鱼各种的海鲜非常的棒啤酒也很好结识了很多大连的朋友一起聊天他说这个地方他希望以后每年都要来每年都要来更希望能在大连买套房子把我的住拿下来就希望大连人喜欢他谢谢我说话多了啊殿下说谢谢我话太啰嗦了我真好翻译那最后殿下决定要今天死在这场阿尼阿尼殿下看儿子真不舒服我发财的一事不光韩国有这个不要也有耶你们一出场我就明白了我们都很了解是吧我提醒你们少看那个2-3个人就演完了这个日本简单不要就是压马给压我们选了一个吧可以的啊我想一想咱们就不能说我不是得练下来的话来一人练练吧咱俩一男一女好不好青年男女好吧好等一下对我是一个小小的你是一大哥啊你叫康宁美亮我们这俩开吧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日本有一个温泉咱们一对恋人到温泉来洗澡的啊洗澡夜深人就洗澡然后你洗澡最后你说不洗你就看见状态能够表现日本女孩这个妩媚的状态啊这样你敢好了咱们试试来了来半夜12点青年男女来到这儿了啊我是著名的一个农民大王可以哎我是你男的就是你姑娘女孩有3个女朋友啊
一个普通的，一个文艺的，一个你的。不是，我女朋友就是一个这就对了啊，好姑娘，画姑娘，姑娘，那抢人了，洗澡的家伙，洗澡的家伙，不是，快来，脱了洗澡的。身男女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夜深人静了，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呀？谢谢，已经12点了。嗯，我得谢谢各位，你们是昨天晚上来的，听到今天早晨了。嗯，谢谢。哎，天底下谁家说相声说成这样啊？从昨夜说到今晨，嗯，买了我的票，你们就如同是分了房了。谢谢啊！刚才有几位早走的，嗯，国立老师上后来跟我说，嗯，他11点的棚录东西，有几位不得不走，走吧，嗯，我会记住你们的。哎，去，还记仇？但是也有不没走，你看鲁豫他们啊，嗯嗯，刘刚、赤雪他们啊，这都没走，他们区长大人也在这儿了啊，嗯，人招谁惹谁了？这都是，嗯，谢谢吧啊。因为到这会儿你们要不走呢，就别走了，就锁门了。因为到这会儿我们要开始正经的瞎说了。嗯，不是瞎说，这会儿有正经东西了。哦，真正经说了。哎，聊一聊。今天我发现留下的都是青年男女。啊，年轻人较多。嗯，刚才走的都是成双配对的啊。哦，一对一对的都走了。嗯，一个一个都留下了啊。单身的也没什么事儿，就留下吧啊。嗯，你们除了听听相声啊，嗯，拿我们俩消遣。嗯，你们回去也没别的事儿，就睡觉啊，挺好。我特别愿意看着小小子小姑娘，嗯，来听相声来。是吗？希望他们听着相声，俩人能交上朋友，哦，从此就好上了。那令人多么开心的一个事情！嗯，我这个话，你看前排这几个乐的都没人样了。听您这话过瘾，听相声你们都有所图啊。当然了，很正常，谁都有17，谁都有18，哦，谁都搞过对象，年轻过。当然了，说像于老师搞这么些个也不多见。我搞哪么些个呀？于老师这个。嗯，能说吗？你说，你们替我做主啊！夜深人静了，也能说点这于老师的家事儿啊。白天你也没少说呀，啊，风格不一样。哎，对，这就别论风格了啊。于老师这辈子没白活，真的。怎么了我？打小人家里给定的娃娃亲，啊，小时候19岁就结婚了。对，19岁的小小子懂什么呀？嗯，媳妇儿42啊，这也太大了吧？这个后来就没成功嘛？那成功不了啊，不就分开了吗？嗯，分开之后，后来那个媳妇儿跟了他舅舅了啊，啊，成我舅妈了。嗯，后来又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还有一次。其实那媳妇儿挺好的，那怎么让他干儿子给拐走了？嗯，我身边竟什么人呢？这是啊，反陆陆续续交这些女朋友们都认识啊，嗯，那叫什么？有一个丽丽。还丽丽丽啊，大平，大平，嗯，赵小美，嚯，哦，嗯，曼丽，哦，曼娜，嗯，这都写书，叫什么呀？曼娜，没有，还有叫什么来着？叫孙胖子，彪子，二愣，刘铁头，嚯，哦，诸葛山珍，这行了行了。我这媳妇儿这名字怎么这是
他记不住，反正陆陆续续交往过一些个女朋友。哦啊，但是跟他时间最长的是那个金角大仙。哎，这好，我敢弄神仙了。嗯啊，取经路上取的。哎，什么取经路上？哪有金角大仙呢？就我不知叫什么，老戴一金色的一个发卡。哦啊，背地开玩笑，金角大仙。哦啊，那个最疼人。哦，那个说良心的话，那是没坚持下来，咱实话实说。哦，那个不赖。那挺好的呀、啊，这那太呀太好客了。这什么叫好客呀？家里来串门的，那个说实在的，嗯，吃饭喝酒安排的特别好啊，照顾人可热情了。是那会儿于老师其实说句良心话也没什么钱，哎，那时候穷，一出去演出去就是三十一场五十一场的，那也得挣啊。就是当年都这样吗？嗯，印象特别深，于老师出去演出一年半，啊、那么长时间，一走一年半，嗯，回来这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你等会儿吧，你可爱，不是走一年半，这儿生一大胖小子。就是于老师也急了啊，当时眉毛都绿了，嗯、绿了，都我要现行，都立起来了 啊！你要干嘛？我这甭重复了。好家伙，真急了，说啊，谁的？那是得问问，是我朋友的吗？哦，是高峰的吗？你瞧怀疑，是侯震的吗？是孙越的吗？嗯，是我哪个朋友的？嗯，人家女孩也不爱听，真是，我就不能有个朋友？哎，没听说过，谁的也不成啊！这个，当然这是之前的事情了啊。现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都过去了，是不是、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嗯，我也不例外。您，我说句良心话，人追求好的生活，追求这些都是对的。那当然，我也是曾经我有梦想。嚯、哦，还有梦想！我时至今日，有的时候都爱给自个儿编电视剧。怎么个编法啊？比如说啊，啊，我这待着没事儿，哦，夸来一电话，是，你好，嗯，你是那个郭德纲先生吗？嗯，什么味儿这是？您好，我是郭德纲。哦，要是有时间上咱们这儿来一趟啊？干什么呀？我那个孙子结婚。哦，孙子结婚。孙子结婚。嗯，你孙子叫什么名字？嗯，威廉。哎。嚯、哦！啊，威廉结婚，您是谁啊？嗯，英国女王。哎呀哈，英国女王怎么这味儿啊？就形容嘛。哦，想象嘛。是是。去吧，去吧。啊，装车上，咵，给我拉到英国。是英国吗？啊，英国。嗯，是英国。啊，因为六里桥上的长途车嘛。哎，对，我一猜就奔河北去了。嗯哇，到了，大横幅，英国人民欢迎您。哎，对，横幅还倒口呢。嗯，下来到人那儿，嚯、嗯，英国王室，流水席。英国王室吃流水席啊，待客不收礼。呵，大摆桌啊，女王带着孩子们，嗯、照顾不周，吃后喝后啊。嘿，好，真客气，多么快乐。嗯，吃饱了没事儿。英国街上溜溜，哦，逛一逛景，走了走，夸，地上一大皮包，这是打开拉锁，里边都是钱，捡钱了，呵，还有纸条，嗯，俩字儿写的，我的，谁的呀？就我的，举着这条，嗯，找人，英国警察过来了，嗯，先生您好，好，全这味儿，这箱子是谁的？嗯，我的，嗯，先生拿好了，哎，这。我的，你的了，可着英国花钱吧，啊，就这么造了，哎，嗯、买东西，购物，英国超市，呵，一进门都是我的，啊，这也是你的，不就不是，盐都是我的，啊，上英国买盐去了，都不许动，都是我的，啊，哦，老板也高兴啊，嗯，给这先生大包啊，哦，你是中国人吧？啊、哎，对，肯定是中国人呢，对着好、嗯、买，哎，嗯、进他那个高档的商店。嗯，买酒，买什么酒？买茅台，上英国买茅台去。他那都是真的，英国倒都是真的，而且比国内便宜。哦，都销那儿去了。哎呀，花钱，各地花钱，各国花钱。哦，回国在香港站一脚，香港站一脚干嘛？哎，香港看电影去。最近啊，有一电影上映。说这个就是和尚老道的故事，
您捡主要的说行吗？我不看，我没看，反正说是一个什么蒲团的是什么？你想，和尚老道打坐用的？哎、对对对对，没错。什么是铁蒲团？是什么是铁蒲团？什么呢？肉蒲团。哦，你们看了呀？是怎么着？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片子来着？还是啊，三 D 的。三 D， 嗯，就是反映张飞的一个故事。谁说的？三 D 姓张，名飞，字翼德嘛。哎呀，三 D 说的是技术。技术？或者你有技术你？你想干嘛呀？我就形容吧。嗯，我去看看电影去，多开心呢。嗯，看完了站起要走。嗯，人家这个香港电影院。嗯，先生慢走。嗯，香港也这味儿的，殖民地原来。传下来的。嗯，给您道戏啊。哦。我什么事儿？嗯，你是俺们这儿的第一万个顾客啊！哦，你中了奖了啊！呵，俺们有一个印度的美女啊，嗯，陪着你一块儿吃饭，嘿，好事都是咱的。你瞧，做梦吗？印度美女，嗯，穿着就那个样的衣服吧？哪个样的？咱不懂，蒙着纱，嗯，点一红点出来了啊！先生你好，怎么全这味儿？印度也这味儿？待年头太多了啊！哦，跟我对面而坐。嗯，点上蜡烛上菜，嗯，甭管是什么，颠仨炒俩，嗯，对脸而坐啊，多开心！那是啊，这么近距离看印度女孩多好，这点一红点是打小咱们净看那个电影了啊。你说这是贴的，这是画的，嗯，红点我说我摸一下你那红点行吗？嗯，啊，你姑娘挺高兴，来吧，嗯，你瞧，这姑娘是高兴了，哎，你 K 掉了。嗯、啊，这儿露出仨字儿，现在是一等奖。这字儿写的也小点了，又给辆法拉利。嘿，您就想吧。哎呀，您这愿望是多么的幸福哈、啊！真好。当然了，这只是那么一想啊、哦，现实跟理想还是有差距，不一样。现在我们这个岁数就老了，就完了。当时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好些个蓝图需要去憧憬。哦啊，当年那会儿也年轻啊。啊，那于老师的爱情很坎坷，我也是如此。您也不顺吗？我当初好些年前，我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哦啊，喜欢一女孩，但是不敢跟人说，说我喜欢你，交朋友不敢说，害臊。那会儿年轻，就找一个、找一个有经验的人问一问。问的是谁呀？我们这有一个那个广场熟女。啊，你先等会儿。哎，广场熟女是怎么？熟女你不懂？熟女我知道，广场熟女就是看自行车那老太太。哎，这嗨，哎呀，啊，看自行车老太太叫广场熟女。广场熟女，冷饮熟女是卖冰棍的老太太。哎，这，您跟这熟女还都挺熟啊、哦。好吧，好吧。我说您给我出主意吧。老太太说可以，可以，啊。关于搞恋爱呢，我是有一些个经验啊。老太太刚打英国留学回来，有脚，全这味儿。老太太人一说，当当当当，呀，啊，长知识，出的什么主意啊？能人呢、啊，都在民间呢。哦，人一说这搞对象太简单了。怎么说呢？不敢说我爱你是吗？啊，找节骨眼，什么节骨眼？留着女孩正看书呢，嗯，把书接过来，拿铅笔在上面找，嗯，哪个书都能挑出来。对、啊，我爱你，找仨字儿，哦，拿铅笔标出来，嗯，递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多有档次。是，那女孩一看就明白，人要同意就同意，不同意拉倒了。对了，你也不丢人，嗯，这主意不赖，是吧？老太太说你去买一个小鱼缸去，嗯，来两条金鱼，干嘛用？送给他，哦，跟他说。鱼在水里，你在我的心里。你瞧这话说的，哎，这，哎呀，一说这女孩当时就了，哦，至于这样吗？哎呀，心脏病犯了吗？这不是啊？买点烟花去，干嘛呀？过年过节放了烟花，啊，堆在他们家楼底下。哦，夜里九点半打电话上阳台看去。一上阳台，这呲儿，漂亮啊！花一起来，送给你的。嘿，女孩跟阳台，哦。这女的也没见过什么，形容一下，给她买个小镜子，这干嘛用啊？看看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什么样的。哦，女孩哦，啊，就这样啊。嗯，那食不怎么样啊？
再熟点，开车带他出去玩去。开车出去玩去，在副驾驶那座那儿遮阳板里边，弄点玫瑰花的花瓣都藏那儿。哦，开车出去。嘿，你告诉他太阳太热了，把那板撩下来吧。嗯，一撩下，哗，这是花瓣下来了，多美、啊，多浪漫。和女孩，哦，哎，对，这都没听说过啊，这太好了。哦，带他出去野餐去，吃饭，地上铺块餐布，准备各种吃的。嗯，聊聊闲天，说说未来，拿小叉子插块食物喂他。嘿，啊，默默含情，两个人这关系就进一步。那是，是不是？再进一步，俩人比如。找一什么酒店，俩人聊聊天什么的哈、啊，就是开房去了呗。聊天儿，光聊天儿，先聊天儿。哎，这行了，您就说怎么聊天吧。聊，随便聊，聊着聊着，抄起枕头来，俩人打着玩，拿枕头打着玩。哎，枕头一破了，白色的羽毛飘出来，满天都是。哎，多浪漫啊！是女孩，哎呀，哦。我一猜就呛着了，是怎么着、啊、买点那个亮的小星星啊，粘在床上面天花板上面，这干嘛？粘上一个，比如我爱你、哦、啊，日语叫 I love you。 日语什么？英语叫这个，英语叫那喜欢你。哎呀，还、哎、啊，哎，这主意太好了。嗯，我说谢谢广场熟女。哎，您别跟他客气了。准备吧。怎么准备？准备，我就知道这女孩好看书。哦，我上图书馆找他去，找他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嗯，来了图书馆，正是午休的时候，哦，人也不多。是，这女孩坐在那儿，嗯，穿着一个浅色的一个连衣裙儿，哦，头发梳了一个马尾辫，嘿，啊，坐在这儿很安静。是，离着远处看着太阳照她身上、嗯，我都觉得这么温暖，真好啊。慢慢的走到跟前，周围人也不多，嗯。咳嗽一声啊，提醒他一声。女孩抬头看看我，嗯，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哦，老书了，里边线装的《金瓶梅》。哎，这本书跟这画面都不挨着，知道吗？他正研究呢。啊，线装的，崇祯年间刻本。哎呦，这算文物吗？老书，皮上写着新刻。嗯，啊，这叫什么来着？《金瓶梅绣像全传》。光看画啊。有字儿，有字儿哦啊，真巧、啊嗯，天天来，终于碰见你了。嗯，嘿，接过来，怎么样？掏出笔来，画，怎么了？你都看得懂啊？啊，不认识？哎，那也得挑啊。都是繁体字儿。嗯嗯，我会找到的，会找到、哦、啊，找啊，坏了。怎么了？我应该用铅笔。您用的是钢笔，钢笔怎么了？而且一使劲还漏水，哎呦，整个这书哇印了，全都印了。哎呦，一回手抹了一脸蓝墨水，好，全弄脸上了，我都傻了。嗯，啊，女孩也愣了，小女孩她能说什么呀？嗯，脸都憋红了。哎，半天呐。嗯，孙子，哎，好嘛，赔吧。哎，您又碰上那广场熟女了，可能是。什么话？废话！小女孩一张口说孙子呀，她说就损吧，是这个意思啊、哦？对啊，赔书吧。嗯，当然管理员呢，你看我给弄成这样，管理员一看，啊、哦，管理员这样了，还得有一个这样的。哎，对，哎呀，这事儿闹，赔完了钱回家，我一宿没睡觉啊，难受了，没成功，心里边郁闷别扭，这叫什么事儿的？嗯，翻过来掉过去，天亮了。我就把这事儿赶快处理一下。对，买一个小鱼缸，哦，装两条金鱼，第二条送给他、嗯。鱼在水里，你在我的心里。好，走，到他公司门口那儿、嗯，跟人说一声，我找谁？哎，人去叫我去了、嗯，我站这等着。嗯，一宿没睡觉，真难受。哟，翻腾。嗯，你要干嘛呀？哎呦嚯！得亏有这缸，就干这用了，地上一点儿都没有。哎，对，不至于打扫卫生，都在缸里边了。嗯，来了，过来，没见过这个。嗯，送你的小礼物，还有脸给
豆腐脑啊，啊，吃的还真干。鱼怎么这样？日本那辐射鱼。哎呀，全想起来了。辐射之后鱼难受就吐了啊。鱼哪能吃这么些个？拿着吧。嗯，女孩接过来。哎，哦，还两句话说。鱼在饭里，嗯，你在我心里。哦，我心里的在缸里。哎，好，连心都吐出去了。嗯，哎呀，又没成功啊！回来之后心里这别扭，这哪一道？是啊，我去买烟花去吧。还有计啊？去买烟花，人家说哗一放呲花，女孩特开心。对，这个不年不节的，北京城哪有啊？外地买去，河北省。哦，买烟花，把卖花的乐坏了。嗯，这日子口又买这个的，连买带送，给我弄了一车。好嘛，拉回来晚上奔他们家去了。进小区，找着那阳台底下都摆好了。啊，心里高兴。今天俩事儿，一个是烟花，一个是送小镜子。哦，两件事。打电话，嘿，出来吧。这会儿9:30了，夜里。哦，上阳台有一个小礼物。好，出来站阳台上。这要现行。啊，眼神不济。哦，趴着往下看。我这儿词儿点火。嗯，起来了。这个卖花的也太疼我了。怎么了？不管给花，还送了我一大麻雷子，大个儿，那么憨，哇，那么长，嗯，而且我是奔着阳台方向摆的，对着阳台呀、啊，嘣，开炮，一炮就周堂去了，哎，给那女孩啊，阳台上就没人了，好嘛，噔噔噔上楼啊，把门踢开了，一把把她搂在怀里，脸都黑了。是啊，嚯！掏出小镜子来啊！你看看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哎，对，招你惹你了？这是。我突然间想起法海来了。这拿着照妖镜呢，这是。他挺开心的。嗯。打电话要报警，被我拦下来了。哎，对。送他上医院。嗯。一趟一趟的照顾，到不停的道歉。你是得这样。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太粗心了啊。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脸上好多了。那是。黑皮也退下去了。哎，对。小脸蛋粉不嘟的。嗯。看着跟 Hello Kitty 似的。哎，这没听说过。哎呀，有一天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其实不是坏人，哦、就是心粗了一点。我特别喜欢你，你要让我干嘛，我就愿意。刀山火海在所不惜，你看你让我死我从楼上就跳下去、啊、我说完这话看他默默含羞，可能是这炮打的耳朵不太好，是听见是没听见呢，你让我怎么样我都可以做到、哦、你呢、嗯、啊，没听见，不是你能像我这样吗、嗯、啊，不是，你再说你能为我而死吗？什么？你能为我而死吗？嗯，合适吗？那有什么不合适？为我而死，姑娘不好意思。嗯，好吧，好吧，好吧，真答应了，拿出一耳挖勺来。嗯，你要干嘛？不是为你而死吗？我没听说。这什么耳朵啊？这是。我的个天爷呀，会恢复好的。哎，对，还很大的信心啊，缓了些日子，嗯，我们两个人终于越来越好啊，真好上了。后来有一天我说我想开车带你出去玩去、哦、我们进一步出去个3-2天。嗯嗯，你愿意吗？嗯，他挺开心。哦，成功了，真去啊。你要说出去10分钟这不算事，那是买报纸去啊。嗨，愿意跟你出去3-2天，你那可以，你懂的，我不懂。哎呦，3-2天这得你们这是肿啊了。出去玩去呗，准备把那破车擦擦，准备花搁在遮阳板上。嘿，上车，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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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蹦子呀！不是我那车，
车一弯一弯啊，开出去迎着阳光，我说那个阳光刺眼，是把那遮阳板拉下来吧，哎，还真听话啊，咵啪，怎么了？我就是带着花盆来着，这好嘛，弄花瓣带花盆干嘛呀？我怕花瓣掉了，你知道吗？哎呀，我整个的捆在上头，我忘了告诉他了，还浇了点水，哗、啊、歇脸上了哈。嗯，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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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来说啊，没事，这都习惯了，习惯了。我说对不起，其实我是想送你一个小礼物，嗯，买了个戒指，希望你能够喜欢。哦，他要敢接过来啊，就说明这事儿十有八九了。是啊，姑娘接过来就戴上了。喜欢吗？嗯，我特意上首钢给你买的。哎，钢的不是什么，我也不懂，反正挺好看的。嗯，带着吧，往前走不多远的地方，一个山清水秀，我们下来野炊吧。哦，吃饭，地上铺上塑料布，嗯，摆上各种吃的。哦，啊，什么都有。嗯，什么都有，各种苏丹红的鸭蛋，嗯，瘦肉精的猪肉，嚯、哦，硫磺熏的土豆。哎啊，墨汁染的木耳，嘿，东北的豆芽，上海的馒头啊，这点精英都在您这儿呢。嗯，全都有。给他倒了一杯色素勾兑的红酒。哦，我来了一杯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哎，你们俩还打算回来不打算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要作诗。哦，还有诗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哎，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玩命去了，干一个，高兴，拿叉子扎了一块吃的。哦，我能喂你一口吗？啊，又是招，这都是试探。对，姑娘挺开心，嗯，但是很害羞啊。那闭着眼，张着嘴，嗯，我也很害羞，是，我也闭着眼，嗯，哇，俩人都闭眼，使那么大劲干嘛呀？我再睁眼，他脸上扎一叉子。哎嚯，啊，哎，看看我。你到底有多恨我？哎呀，哎，差点没给弄死。嗯，我说没事，不要紧的，会好。来，你低头来，走。哎呀哈，这是体检的。哎呦，行，这是肿了。嗯，还行，他那脸包，他脸挺厚的，也没流血。啊，嚯，这多厚的皮呀、啊，这是。打不打？不要紧，不要紧啊！习惯了，习惯了。我说那什么，天也不早了，嗯，你找一酒店聊会儿天吧。好，要去旁边不远，我都安排好了。嗯，进酒店很温馨。哎，你来个枕头，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来打吧，打吧。广场熟女说要用枕头打一架。哎，那好玩，满天的白羽毛啊！哎，飞起来！哎呀，空气都在面前漂浮，嗯，多么的浪漫！来打，夸。夸夸夸夸，嗯，瞧卖皮的，哇，黑的呀，我都看不见。哎呀，还没洗干净。嗯，哦，家伙哈，哎，姑娘捂着嘴，我出去喘口气儿啊。哎呀，都快呛出去了。利用这会儿功夫啊，我沾灯，你贫不贫呢你？我小的我都得用上，对，买了好多灯，有大有小，嗯，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心形，哎，很漂亮，心粘正当中，好、哦，踩在床上粘天花板上，嘿，粘一心，嗯，心边上写着 I love you， 好，小碎灯粘的，嗯，买的多了，怎么办呢？最后粘出一个月亮来，月牙儿，哎，进来吧，嗯，躺炕上，躺好了，快躺好了，尘埃落定，躺着，看看，嗯，你看这。呵呵I love you。 嗯，为什么还有个问号？哪有问号啊？瞧真着点儿，瞧真着点儿、啊、那是月亮。哎，仔细看看那心、嗯、啊，看那心看得见吗？啊，看不清楚。哦，正说着这心下来了。哦，整些脸上看清楚了，这回看清楚了吧？哎，看清了啊。嗯，回来吧。嗯啊，人家要报警，我拦着他啊。报两回警了，回来之后两天没敢见面，心里不是滋味。第三天你猜怎么着？嗯，我接了他一个短信。哦，他跟你联系。其实这些天我反复思考过，你是一个好人、哦、你懂得替别人着想，
虽然说心粗了一点，但是你挺疼人的。你如果愿意的话，以前的事情完全接过去，我们重新来好吗？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姑娘太好了，这样有意思吗？对，这就好了。人家女孩这样，你不懂事呢哈。哦，人家问好吗，我能说什么？嗯，好的，好的。发一短信，好的。嗯，坏，手一哆嗦写错了，写的是好，写成了个妈，妈的呀。哎，骂上了，我这是肿了呢。哎呀，哎呦，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赶紧道歉去吧，我去找他，实实在在的把话都说，掏心窝的话全说了。这就他也挺开心。嗯，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岁月，还真好了，一切都挺好。嗯，但是很遗憾，怎么？天下的事往往很难够走到最后。怎么回事？后来不得不分开。怎么分开？因为她怀孕了。怀孕了啊！怀孕了，只得分开。怀孕了就分开。哎呦，没办法，她男朋友急了。嗯，说是高峰的、孙悦的。哎，这别花钱了，各位，真的，这个挺贵的啊！我这些年救活了好几个卖花的，对，谢谢啊！到这点儿了，还有这么些人不走，你们是真没有家吗？这不是看演出，你们这是来看杀人来的啊！哪天要是有时间，咱们大家一起坐一坐，聚一聚，我爱跟你们聊天，我是拿各位当朋友，咱不是外人啊！嗯。那个于老师尤其更善于跟大伙儿打交道啊，这个人好交朋友，交朋友喜欢啊，吃喝玩乐他一门灵，真一门灵，是不是我捧人家这辈子确实是没白活。怎么又没白活、啊、今天在座的各位今儿都是冲您来的、哎、没有没有，听相声他自个儿养花养鸟养鱼养那小马，嗯，小矮马，有人在电视看过，国内最大最好的一个种群就是于老师那儿啊，真的小马下啊，每一匹马从喂料、打理、配种都是于老师的心血。是，前边管，后边就不管了。嗯，你就客气，这个人就客气。谁跟你客气了？客气，反正挺好的啊。嗯，好，还种个花，种个菜，是种个葫芦。哎，葫芦有好的，其实也正的，样也好。哎，养蝈蝈用。对，还有的葫芦大了没用，夸切开了、当瓢使。对，还找了人在上面有烫花的，嗯，刻花的，是大瓢特别漂亮。嗯，北京第一瓢客。嗯，什么词儿啊？这是做那个瓢做的是真好，做那瓢啊，你做的好。没事还找些人上家喝酒去啊，喜欢这口，他好这个，我不行。嗯，我出去吃饭跟受罪似的，不愿意。酒席宴前不善于说话，不善言谈。实话实说，前些日子。出去还吃了回饭，哦，闹得很不愉快，是吗？因为那桌人也太杂，谁都也是朋友聚会，嗯，这里边有一个开发商卖房子，哦，有一曲艺团团长，呵，啊，有一个作家，啊，还有一个原来是小偷，后来改邪归正了的，啊，嚯、哦，我们这几个人坐了一桌，你坐我们哪儿好了吗？那怎么好不了、啊？太尴尬，都不挨着呀，说不上话，不挨着，嗯，最后有一位说咱们别那么干喝酒了，咱们来个酒令吧。嗯啊、哦，他们也来酒令，来酒令吧。嗯，有条件啊。嗯，得说什么尖尖，什么圆圆，什么千千万，什么万万千。哦，最后还得说有没有？没有。哦，这是一个完整的酒令。嗯，我说我没听说过。哦，那小偷说了，列位啊，我原来当过小偷。哦，我先说啊，这太可乐了，真诚实。听着，说这个万能钥匙尖尖。哦，保险柜那锁圆圆。嗯，我偷过的经理千千万。嗯。我偷的领导万万千，嗯，有一个报案的没有？嗯，没有。嗯，我说我会了，那就会了，这就行了。旁边又来一位，嗯，第二个谁说那个承包商，哦，开发商盖楼的，我来一个。那行，他来啊，金条尖尖，嗯，金表圆圆，哦，我承包的工程千千万，嗯，伪劣工程万万千。有一个追究我责任的吗？嗯，没有。哦，
旁边一个曲艺团团长说了。哦，干这个的，筷子尖尖，嗯，盘子圆圆。哦，我吃过的饭店千千万，嗯，我去过的酒楼万万千，嗯，有一次我结账了吗？嗯、没有。哦、啊，白吃白喝。他们有一个写东西的，嗯，我来。他说，笔杆尖尖，笔头圆圆，嗯，我写过的东西千千万，嗯，发表的文章万万千。嚯、哦，有一句实话吗？没有，没实话。我说该我了，我来啊。就你了。扇子尖尖是汗珠圆圆哦，说相声的千千万，嗯，艺术家万万千，呵，有一会说相声的没有？你说一了，哎呦，还有花呢，可了不得。哦，你们都哪儿买的？告诉我，我退去。要不就可惜了啊！坐的这么晚了，大伙儿还没动。哎，那边俩哪儿去？逮他俩！那姑娘跑出去，这太好玩了。咱看啊，看一会儿还谁跑啊？啊，我一指你就窜出去啊！我干嘛呀？你给他叼回来。你得拿着飞盘，有没有？这没有。啊，谢谢谢谢。听相声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儿、嗯，也别太较真儿啊，哈哈一乐。这个故事是假的，可能好些个背后的东西是真的，对，是不是？相声这门艺术呢，嗯，别太较真儿。我们这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还干不了。是。但我们也跟老百姓一样，这个正常人，嗯，并不比谁高多少。别看这比您高出这几尺来，嗯，这是为了您瞧见我，并不代表着我们比您高，没有，啊，我们也一样，上我老下我小啊。然后，哟，我这紧着说这俩孩子还出去啊？啊，啊，没事没事没事，孩子啊，没事。然后啊，嗯啊，啊没事，孩子上洗手间了啊。嗯、你怎么知道的呀？祝你们圆满成功。哎，废话，谁去那儿不得圆满成功？完事还回来啊？嗯，哦，哎呀，这是一男一女。你眼神还真好，这大庭广众俩人，你这干嘛去？这哦，上后台来，那行吧。嗯，找咱们的哈。啊啊，找咱们应该没什么坏事。嗯，嗯，挺好。这个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嗯，就是人这一生吃喝拉撒睡，你说他粗俗吧，但是谁也离不开。嗯、上厕所谁不上？嗯，得个病头疼脑热谁不得？哪得病？对吧？该看病也得看病。我错怪你们俩了。嚯，你们俩回来够快的。看来花店就在门口。嗯，你们是上后边我那花店买的吗？这天底下钱都让我一人挣了，嗯，谢谢啊，谢谢。这个你看搅和乱了吧？山外青山，还从这儿说。我这能说到我八十岁生日去？好啊，快，嗯，全照顾着你。你怎么办？您花钱了哈？嗯，快点行，可以走，快走，快走，哎，快，啪，哎，这都不是外人啊。您有点正经的没有？都大半夜了，你要多正经的你要？大半夜的就不正经。谁家说相声说的快天亮了，这都。你看说的哪儿？咱忘了。说的看病。山外青山啊、哦嗯，要没这些姑娘们，我说不错。对，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啊。哎，真从这儿说呀。谢谢这些个姑娘帮我想起了青楼。刚才说的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这很正常。前些日于老师还得病了。于老师看病去了，嗨，大夫给开一条，不是体检，不是什么肠镜、胃镜，别提这个了，那是假的。对，但为什么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真是去做检查了。嗯，大夫说验尿，尿啊，验尿，这很正常啊，这也不脏，谁都得病是吧？嗯。但是于老师纳闷儿，验尿，这尿字写的也太草率了。怎么呢？于谦看吧您。验屁，我也太不识字了吧！我也这个玩意儿
这没听说过呀，这谁都没听说过呀，这是难道是检查上呼吸道？没听说过，还上呼吸道？这搁谁这就瞎琢磨，于老也琢磨，但是问题这怎么验呢？方法不懂，他没不得法。是啊，不掌握技巧，回家了，跟媳妇儿说，你看这怎么办？媳妇儿真聪明，这等会。那个炒黄豆，炒黄豆，锅里别搁油，干锅来二斤黄豆，咔咔咔咔，炒完又干又酥，吃。嗯，于老坐着，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啊，真听话。二斤黄豆全吃了，好嘛，吃完了。那么接下来呢？嗯，还有下一步呢？喝凉水。我媳妇真有主意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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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喝了这么一大瓶子凉水，啊、哎呦。然后呢？坐那儿等着。等什么呀？于老坐着，坐着。哎，媳妇儿出去一会儿再回来。嗯，你怎么胖了？怎么回事？胖了？这样了啊？这已经差不多了。哦，等来了。差不多等来了。你什么？等来了？但问题怎么给大夫送去？对呀、啊，没有什么容器。两口想半天。哎，来气球！我媳妇早晚得跟我离婚，我跟你。这是他想的，这是你想的。我想我告诉他的。哎，没你什么啊啊！来气球，气球这没法弄啊！气球绑在竹竿上，这么大一竹竿，竹竿里边通子绑好了，他媳妇攥着这个。来了、啊、哎，再绑上一镜子，就体检了啊，没有没有，媳妇下不去手，举着这竹竿啊，这头那气球，媳妇哎呦，完了，都进去了，都上哪儿去？哪儿啊？都扔进去了，弄出来，哎，准备好，来，可以了，于老师这使劲吧，等这气球。哇！哎呦，攒一块儿放啊！合适，这屋里都看不见人了，伸手不见五指。哎，对，飞沙走石。媳妇儿，孙长老收了神通吧？闹妖精了是怎么的？大圣，你在哪儿啊？哎，这什么都瞧不见了。上医院找大夫，大夫这技术性的问题实在难以克服。对了。大夫接过条，嗨，接错了，不是不是，这些对不起 啊，就是验一下那个大便小便，对不起对不起啊，您赶紧吧，您赶紧吧啊，给小瓶儿，他拿着，这行啊，可以，媳妇问去吧，他说那个先验大的，先验小的，这也问，大夫说这无所谓，啊，你哪个方便？大的方便，哎，吃了二斤豆子，哎，你去吧。给小瓶儿这么大小盒，对，他自个儿看看，不够装的，这哪装得下二斤黄豆啊？还有别的呢？哎，对，还有一瓶子水呢。啊，一低头，大夫脚底有一纸篓。这个，哎，你是不是说这特美呀、啊？我这场不要钱了，哎，对，那份给我。于老师端着这个，奔洗手间，叫听哪屋，叮当，砰，还是这虚的是吗？于老师，一会儿于老师端着出来了，我都熏晕了，满腾腾啊，好家伙！您脏不脏啊？这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列位，咱们就一听一乐，谁也别咂摸滋味儿。谁咂摸这滋味儿？因为也不知哪个节目符合您各位的口味。啊、这就符合不了口味了。于老师端这出来，看着还挺沉。可这医院没有不参观的，多新鲜呢！看热闹的也多。哦呦，
吵什么吵啊？嗯，这有什么新鲜的，对吧？嗯，谁没有？有的是人拿这个，对吗？对、啊，谁走街上不举这个？是不是？谁举这个呀？一回头，哎，那小护士不还举一个了吗？对吗？他也有。哎，怎么不一样？我这黑的，你那怎么白的？啊，废话，我